我来啦，我来啦，家己买一个来打鼓，听到吗？听到吗？有冇问题啊？可能火牛就死。我呢排呢，就发生咩事？就系呢，我话俾你，我电脑出现咗啲咩问题？呢排系成日 hang 嘅，点呢？咁啊，有时开机啦，咁一揿着部电脑呢，就净系见到电脑嘅电源灯呢，闪下闪下，眨下眨下，跟住要等一阵。即系佢冇画面嘅，会冇画面，跟住咧等等等，同埋冇嗰啲风扇嗰啲转动声，乜都冇，即系斩斩斩，好有草气咁啊，变超级杀啊人，定点草？跟住等一阵，热热热，草够啦，之后佢突然间咧，草劲耐，草10分钟啦，就或者至到20分钟唔定嘅，你话唔埋之后就突然间就着啦，跟住嗡，跟住开啦，跟住入到去边度，跟住用一阵咧就突然间系喐唔到嘅，成部嘢停咗喺度咁样咯，唔知咩事。有人话应该就真系火牛坏，我都估系火牛坏。有啲人话火牛坏，即系有啲人话咩过热啊，有啲人话显卡。有几个可能性咯、好麻烦，而家咪冇问题啊，玩照玩啊，试下咯，玩下可能又断啊，希望冇事啊。点解会无啦啦个火牛啊，自己用得好地地嘅，我唔系同牛好 friend 啊，牛牛兽有千年虫药要唔要啊？黐孖筋！你哋讲系咩坏？有啲人话应该似系火牛死，有人话我嘅火牛仲贵嘢嚟噶，即系特登买啲好嘅牛，唔系买啲几百蚊嗰啲嘅，差唔多劲贵，唔知几多火。我一用记，等我记住呢个咩牌子，下一次一定唔鬼用。呢、这个系咩？我都唔记得咗啦。火牛系咩咯？一定唔系 GTR，唔系啊，肯定唔系啊。贵嘢嚟啊！咩全 game 唯一好牛安格斯，咩成部换，成部换都有可能噶，即系有可能要噶啦。通常咧好麻烦啊，你换机你一只整呢样整嗰样，你通常都系成部换噶啦，换电脑啊，掹掹插插嗰啲咧，换零件好麻烦。你屋企又唔系大嗰啲咧，又有得拆嚟拆去揾地方，有时又会唔夹啊嗰啲咧，好麻烦啊，好白痴。电脑如果你系买呢啲砌机嘅话，就有时系会咁样咯。有时唔相容唔夹，即系你嚟 RAM 同你个你啲唔知咩底板唔夹啊，咩 display 啊，有时又会部机用得唔顺啊，好麻烦啊，大佬。我有啲专同人砌机嗰啲朋友都试过系咁啦，佢就话有试过啊，咩买完翻嚟买晒啲料唔夹，跟住啊冇啊，跟住又最好系成部换啊，抌位咗佢。而且你换电脑好烦啊，嗰啲 hard disk 咧又系，搵次有机会我话俾你整电砌整，我话俾你我讲一次，如果有机会俾你睇下个过程嘅，烦到你癫。通常女仔又唔会有呢啲麻烦事，有咩事啊？跟住就叫个男朋友啊、老公啊、同学仔啊、IT 组长帮你搞掂，你又唔使烦，我用得啦咁样啊，唔使搞，轻轻松松就等等人哋整好晒咁啊用啊，最轻松啦。我呢唔系啊，自己落手落脚喺度整，又有咩兵？工具人啊，话系啊，有啲女仔咪会叫兵整咯。我冇啊，而且我唔会咁做啦。我就自己喺度落手落脚，哇烦到你一搞你呢，你起码你坐底两最快则两三日，有咩事上嚟买，咪臭手又买嗰啲立嘢又换。又出去，又去高登，又称拎成抽机咁坐啊！抬攞部车仔抬翻去坏，我成部机喺度买唔知咩事啊，总之坏咗啦。跟住你又叫佢喺度搞咧，哇头都痛埋，谂起都觉得都牙烟，即系都觉得好辛苦啦。有排搞啊，呢啲好痛苦嘅。有睇过电脑嘅人先会明白嗰种痛苦系几劲。
再者就我成日讲香港地方细，你地方细整呢啲就仲麻烦咧，收即系哦好啦，你而家部机要用啊，即系你系塞咗入去嗰啲某啲窿啊，某啲架度，即系哇又有问题喎，即系又掹晒啲线，又掹翻出嚟，啊褪出褪入又抬抬担担抬抬，攰到死啊又。通常而家我哋電腦啊，通常香港地都擺落地啊，或者點啊，都冇地方。鬼佬嗰啲就有個有張大台俾你擺，重到黐孖筋。你知唔知？你買電腦你就知啊。我話俾你，最鬼重應該係嗰個火牛啊，重到啲黐孖筋。哇！有冇吹發啊？冇啊！哇！火牛咧就最重係佢啦。之後你又拎嗰個機箱，機箱都唔嘢少啊。如果你買啲靚嘅機箱。啊！话我啱啱又咪啊！话我过热嘅，即系我一系买啲靓机箱，都过热就真系火都嚟啊！我话俾你听，有冇搞错？买一啲靓机箱都会过热啊！同埋火牛，我之前都试过系直接死啊，即系开唔到机。咁我知咩事啊？就系、是、死火牛，而家系即系半天吊咁，唔知道想点啊！个火牛又想捉佢出嚟打，中暑啊！只火牛力点样？开行冷气都系，我初时都系有怀疑系呢个问题，之后就日用电脑都开冷气定点啊？而家我话俾你听，为咗一部电脑可以用，我先开冷气。我平时都悭电啊，我又唔开啊。跟住而家就为咗部机照顾佢，锡住佢啊，开冷气，俾佢叹冷气，俾牛呕臭叹冷气，烦到你，搞到你一头烟啊！又咩？我住万几尺豪宅，万几尺豪宅就唔会有咩过热啦。万几尺豪宅，我已经第二部电脑 stand by， 呢部唔得啊。OK， 即刻抌咗佢啦，换第二部。万几尺即刻 call 人上嚟啦。喂，我唔想落嚟搞啊，搵人帮我搞掂。叫咩管家、蝙蝠侠嗰啲，喂，快啲帮我嗱嗱临整掂佢。咩买 Virtu 手机有咩秘书服务？即刻落去讲喂，帮我而家即刻要部乜乜乜电脑，买厂机船都唔鬼齐。同佢唉，是但边间厂边部最靓嘅是鬼蛋啦，执部上嚟咁啊搞掂啦，啊就系咁。又咩请我啦？我系 IT 狗，汪汪汪啊！黐线。即叫人整你都是烦的啦，讲真，你咪又系要搞一轮，你估唯一方法最好就即刻买部最快的方法就系你部电脑咧，以后就唔好个 hard disk 唔好摆嘢嘅，永远就装鬼晒落去嗰啲流动硬碟，一个超劲嘅嗰啲 server。我话俾你听，如果喺香港你觉得换电脑好烦咧，首先你整一部 server 机。咁啊入曬資料落去，咁咧跟住咧你正式平時用嗰部機咧，你就唔擺嘢嘅，永遠擺落去 server 度。咁咧然後咧你嗰部機一壞咧，就即刻抌落垃圾桶，即刻一嘢掉落去，或者捐俾人啦。你話唉、哎，你哋自己搞掂佢，唔知邊度壞啊？應該仲用得，應該淨係壞是但一兩個零件，你自己諗啊。跟住你又即刻買部新嘅，即係懟翻落去啊，跟住就連翻落部 server 機度，咁啊搞掂。系嘛？又坏 server， 坏 server， 你起码有部机喺度啊，大佬，你买部机唔使烦啊，系嘛？坏 server， 你咪最多冇嗰啲资料啫，系嘛？啱唔啱？啲资料都好紧要嘅，整你咪买哦。之后好啦，你 server 系一个即系你有啦，然后你再买个10T 嘅 Google 啊，咩苹果 iCloud， 苹果或者 Google Drive。你又买个10T 嘅，10T 够用啦，系嘛？ 10T 人哋苹果都即刻话多谢先先，我多谢惠顾，系嘛？即系不过都有可能执笠嘅，即系你话最坏打算苹果啊，嗰啲网盘执笠啊，嗰啲都会有。Google 执笠，咁你嗰啲资料啊冇啊，冇话你话咩冇可能唔系啊？之前嗰啲有时嗰啲上保咩 Yahoo 突然间话咪好似冇咩錢揾喎，拜不玩了，取消呢個服務會噶。你唔好諗住話咩大公司唔會，你點知啊？啊，咁就係咁樣咯，啊。
即係呢啲都唔係好安全啊，最好咁點樣先安全呢？你即係好啦，你整咗一部 server 機，然後再整另一部 server 機，再兩部雙重備份，一個 server 機去 backup 另一個 server，咁啊可能會好啲啊，除非係同時咁啱壞。好，嚟呢個點啊？敵機啊，俾佢上去。啊，照咧，師姐姐靚啊，可惜啊，啊！呀咩？10年前仲玩砌機，佢話咩換咗 MacBook 之後，同 Windows Notebook 啊冇壞過。喺 Notebook 我就真係好少壞。如果你又講，我以前我又分享下，唔係賣廣告。我以前有一部喺大學時期買嘅富之子電腦，哇有壞嘅，係壞咩？壞粒電，但係粒電我掹佢出，佢如果我而家插翻粒電咧，佢開唔到機，即係我啊成粒電掹佢出嚟，之後咧就用到嘅，用咗起碼。真系10年啊！讲真，10年都未坏吓。但系早几年呢，我就买过另一部新嘅富之子嘅 notebook，就好差，劲废。用落去棘下棘下之余呢，就好似一买翻嚟已经臭手，有啲问题坏，如果开唔到机定点样，有啲故障要即刻拎佢。而且劲，即系虽然话啲咩硬件提升咗，但系用落去好似劲唔顺咁样，好多问题棘下棘下。而家旧嗰部用咗10年嗰部咧，除咗嗰啲 hard disk 已经比较塞爆晒之外，粒电坏咗之外，同埋重啲，就其余都一切良好。嗰部仲要劲平喎，唔系咩现值 pen，系啲可能 cheap 鸡嘢，但系个 mon 大大地啊，几千蚊嘅嗰部嘢，喺大学嗰啲。又系咩？有冇谂过系人嘅问题？迟少，我不嬲几，我啊最劲石电器，嗰啲人嗰啲咩？我啲队友敌机啊，啲咩坏 PS4 咩弹碟嗰啲，我系最迟先发生，我系用得最锡住嚟用啊！有啲人啊，成日咩咩乱，即系嗰啲碟啊，塞实喺部机嗰度，PS4 长期嗰啲，我都唔会，我一定系用完好有手尾收啊！好服侍，但系我唔知点解，我系咪专买啲笠嘢，专买啲唔知点解我买亲就系一定系买着坏嗰件货啊！即系个个人嚟话呢个品牌好好噶，啊超劲，但系我就系买亲都系黑仔咯，呢啲就系咁样啊，所以好烦啊！每次我每次整电脑都可以有好多嘢分享，因为我实在太了解嗰种苦况，你根本唔会明白臭手嘅人嗰种痛苦。每次买都系胆战心惊咁买，你知唔知？买完翻嚟个心就啰啰挛死啦，买翻去会唔会又唔掂啊？咁样你又好心，一买翻嚟砌好啦，即系执好晒地方，我谂住砌好耶，用晒电脑，跟住一开就发现，咦？唔得嘅，坏咗嘅，你嗰下个心已经灰到一个极点，已经系想极度失望。我话俾你啊，有咩劣化咗部嘢系啊？如果我系好似嗰啲咩Horizon嗰啲，我系咁样同部电咩电脑沟通咁啊好，即系轻轻松松处理。因为电脑零件唔夹，我咪要食排斥药啊，可以啊，喂佢食啲排斥药咯，抗排斥药啊。唔系排斥药啊，系喂佢食抗排斥药啊，咁啊先至令到佢哋夹啲咯。我话要我话俾佢哋相处下，哎呀，佢哋啱啊。其实最嗰啲点解冇一间公司可以生产嚟？IBM 唔系嗰啲咩 Intel 点解唔整？除咗净系整 CPU，唔鬼整埋 RAM 啊啲全部。一次过整啦，咁就实夹啦，唔夹就打佢屁股。喂，我成箩喺你度买，你有咩事啊？点解佢哋唔自己整厂记嘅白痴啊？即系最电脑最紧要都系粒 CPU 啦，系嘛？就系脑 CPU 就系比喻人类嘅脑部，脑啊最紧要啊！咁你有能力整到咁劲嘅嘢，咁精密计算嘅嘢，咁你整其他咩 hard disk 嗰啲冇咩难度啦，好心自己整埋。仲有话俾你听，你电脑坏呢，如果你真系想整最戆居嘅，你要逐样试。
系 VM 有啲系好容易知嘅啦 ，VM 坏咧就会哔哔哔哔，会劲大声，好似轰炸机咁咧，即系电脑大爆炸，好恐怖啊！即系咁样，你又好鬼恐怖嘅。通常你又知道哦 VM 坏，咁有啲你唔知咧就好麻烦，就啊逐样试先，好掹。VM 壞，假設你插四條 VM 你都頭痛，哦好，乜好而家先插第一條開到機 ，OK， 之後跟住好啦，跟住你又要掹掹插插好，搬翻部電腦出嚟好插哦好啊試第二條 VM 又 OK 喎，咁你要逐條咁試，你呢個過程已經來回懟四次，部電腦啊擔擔抬抬，你已經想煩到抽筋，啊嚟啊，耳仔包，哇咁樣鏟埋嚟黐孖筋。Intel 有整成套，因為壟斷化，所以唔俾出街。點樣壟斷啊？即係我自己整成，你又唔係一定要買我部電腦，係嘛？你其他都可以整噶，你嗰啲咩VM 公司 Samsung 咁，你都係整啦，你咪整咯，係嘛 ？Samsung 都有做電腦啊，嗰啲 notebook 啊，佢都有賣咯。咁佢又壟斷啊，佢 Samsung 有自己有整 VM， 有整 hard disk。咁佢又壟斷咩？黐線！喂，你都可以用啊，大佬有咩咁壟斷法嚇？除非佢唔賣 CPU 俾嗰啲其他整電腦嘅嚟廠嘅咩 Dell 嗰啲，佢話唔得，我唔賣俾你，咁就壟斷係嘛？咁就為之壟斷係嘛？如果唔係嘅話，點樣壟斷啊？係嘛？啱唔啱？好。又話壟斷 CPU 市場，黐線你都可以整佢點樣？佢又唔係禁止你整點樣壟斷 CPU 市場？有而且有第二間 AMD 啊，係嘛？而家我係講緊話佢哋應該就係自己整一套啊，成套啊，每間嘢自己有一套。而家講緊嗰夾唔夾個問題啊！你有冇試過係啲唔夾啊？好白痴嘅嗰啲 hardware 嗰個 motherboard。同啲嘢唔夾咧，用嘅時候你就算裝咗咩 driver 都係棘下棘下，古靈精怪。咁你就知道，唉，你又喊三聲。你最好初期，我話俾你初期一買翻嚟知道啊，又自可。你最多啊，唉，算啦，幾百蚊，我放出去平啲或者掉咗佢。你用咗一頭半個月咧，你先發現咧，你又唉，你又唔知換唔換好。你整好曬，哎呀，好似用得好地，又即係大致上嘅冇咩問題喎、啊。哎，用到壞啦，咁不如你嗰下你啊，即係唔上唔落咧，你啊最痛苦啊，嚇、啊。好，呀，我點會用 AMD？ 我你啱啱話壟斷嘛，我都冇話我用 AMD CPU 嚇、啊、我都冇講話我用。但我就意思就係話，你話啱啱話咩壟斷法嘅時候，我就話而家人哋都有整到啦，即係呢樣嘢你又唔係禁止人整，又或者你唔係攞啲咩技術搞到人哋係唔整唔到 CPU 嘅，啊嚇，就係咁樣咯。又咩人有廠機㗎？啊呀，話咩 Intel 有廠機係咩？值幾錢部啊？我買一部先。Intel 有廠機幾錢啊？超貴嗰啲啊！十皮嘢一部啊！我买我惊我买十皮嘢，我去买都系买部坏，即系就唔系好啦咁样当，唉算啦，割即系忍痛照买，跟住点知买部又系坏，我啊最心痛呢样嘢，所以我就话咩，即系好似我话我买车，我话我又会学我同事啊咩买部嘢粗用，即系呢啲嘢你要预咗佢坏，你唔好谂住真系当佢系你老婆啊！啲人成日話咩砌機老婆啊？如果你個老婆咁以離棄你啊，有問題啦，大佬啊，成日玩你啊，整鬼你，扭屁股係嘛？咁啊唔掂啦，啱唔啱？係嘛？你係要即係呢啲係真係要揾個就係肯對你成即係全心全意為你服務咁先至好咯，啊啊嚟啦，迪基啊！诶，点啊？俾我去可惜啊！你而家有几多人系自己砌？你而家好似而家冇人自己砌噶啦。我好似听人哋话，你买嗰个买零件，人哋送埋砌机服务，即系佢话唉，帮你砌埋吓、啊。你已经而家冇人识砌啊！
我话咩？我已经好少好似我咁啊，自己落手落脚。呀，我 IT 狗啱啱先砌完，有人话砌咗十几年机，而家人哋帮你砌，点解你仲要自己砌啊？吓，唔使自己砌啦，人哋帮你整。佢你买完料，佢话咩一个钟头翻嚟攞，已经帮你整晒，吓。免费仲帮你啲线啊，又攞啲嘢帮你勾好晒啊，又剩嗰啲咁样啊，又咩俾300蚊条友乱夹 hea 砌啲线，唔系喎，我有听过有啲系，如果你喺嗰度买料就自己咩，人哋手工差，一用 MacBook 啊，系嘛，呀咁我又自己砌，我自己中，我有时系自己攞嚟贱，我攞嚟贱得未？我攞嚟贱得唔得啊？而家自己砌唔惊俾人偷龙转凤，有时咯都会嘅，即系睇即系如咁，你有去开相熟信誉嘅铺头，咪唔会咯。大公司就唔会呃你嘅吓，你细公司就有可能会即系偷龙转凤系嘛啊，或者攞啲即系唔老实嗰啲啊，唔一定嘅。不过呢啲戴定头盔先啦，呢啲就唔肯定嘅，即系你惊就系会咁样吓。怕黑店咯，有系会有黑店嘅，即系呢啲买卖零件呢啲嘢系有时系会有黑店噶，啊睇住佢砌啊，话一定自己砌，人哋砌好黑暗噶，啊又买车都自己砌系啊，又唔见你，点解你唔自己砌部车吓？啱啊，即刻买部，我买个摩打，买个辘，买个壳，吓点解车冇得自己砌车啊？会唔会平啲啊？我又要整个法拉利嘅外壳，吓、啊，之后林宝坚尼摩打，跟住有咩避震啊，唔知咩咩啊，途优塔啊，点样咁样沟埋？点解冇呢啲砌车服务？吓、啊，可以啊，有咩抵死啦？因为你虾牛，所以牛牛受报复。因为不嬲都自己砌啦，车黐线，香港地边有砌车卖啊？冇，你要车房都整唔到俾你啦，你最多就买一部车。又叫佢換零件又成，但係你又冇得由零開始啊！喂，我而家想咁砌，根本冇。我而家諗到個發達大計，而家你又整個砌車王，砌車王啊！我係話香港你買車好貴喎，唔緊要，有我哋砌車王。之後你又喺度賣啲零件，你要咩好啊？我哋有一系列嗰啲 list 俾人睇哦，發摩打有邊啲引擎，有邊啲。法拉利啊、林宝啊呢啲系啊，我哋就买晒呢啲落嚟咧，就喺度搞嘅，啊超正！我谂起都觉得好开心。我要咩壳啊？呢只壳靓唔靓仔啊？呢、這个跟住张凳都俾你拣，咩 sofa 椅系嘛？喂，呢、這个 sofa 椅唔啱喎，点点点！而家好兴，啲人中意自己整嗰啲啊。我有一次见过有个 van 仔，有个 van 仔。整到超靓，整到似日本啲货车咁，有晒啲浮细绘啊，有晒啲灯啊、内笼啊，黐晒啲靓嗰啲皮啊。之后我问佢话你，话你搵车房整，佢话唔系，我自己整啫嘛。我话整几钱啊？几千蚊啫，好简单，自己买料自己黐哦，好简单。我话你唔惊黐错？佢话呢个学整啊，佢话又冇，即系佢话又即系想自己试下，想架车靓咁，我哋就帮你整埋。我哋而家整啊。砌车喎，哇！谂起都即刻发达，有一条发达大计。而家你而家即刻立整咧，我话俾你，呢个系全世界嘅营销概念。你唔好谂住话净系匿喺香港咁傻仔，你即刻喺第一步咧喺美国开支旗嘅。美国佬啊，最中意整呢啲。哇！砌车王嗰车喎，哇！佢话咩可以自己拣啊？Can choose your own。taste 啊，嗰啲 pass 啊，话即刻个即系客似云来。咁你喺美国搞个店啦，跟住就翻嚟香港搞就啊，美国过来马龙过江啊，点点点啊，哇！跟住你又整埋咩售后服务，巴拉巴拉巴拉，已经系正到抽筋啦，吓、啊。又话林宝外壳 Toyota 零件冇问题啊，可以？点解唔得啊？就系贪个壳啫嘛。你买林宝，唔通你香港地有得俾你飞到300几米、300几 km 啊？你唔系谂住你有机会啊？去到尽啊！真系下赛车啊！
你香港你攞嚟，我哋小市民都系攞嚟落翻下工啊，沟下女攞嚟喂嘅啫嘛。你估你真系，你估你走去载啲女女，啲女识分啊？佢话哇，呢、這个引擎系 Toyota 30嘅，都唔系林宝识鬼咩？佢系知道见到个壳，嗰、那个车门咁样，哇，打洞揭，哇，好型喎，咁嘅嘢啊，流晒口水啦，好羡慕啊，哇，点点点。贪你啲引擎声咩？哼哼哼，轰轰声啊！我系嘛？佢冇根本唔识分，你同佢讲啊，系啊，我仲我改装咗，而家平时林宝嗰啲好嘈啊！我而家整到啊，我哋换咗啲零件啊，又好似冷咧，佢鬼知以为冷气机越静越劲嘅，就好似话啊，冇咩声应该劲啲啊！同埋有時我都唔明啲人改到部車咁嘈做咩啊？嗰啲電單車有時夜晚咧咪行過，轟，勁大聲，心諗黐線，你自己都嘈啦，大佬整個咁嘈，而且又唔係真係有機會俾你飛車，啱唔啱？係咪先？你以為啲引擎聲啲女仔會中意聽咩？冇啊，架車外形型啊，入邊舒適。啊，即系嗰啲梳化椅咁咪得啦。好，睇呢球角球啦。砌车王呢一个生意必掂掂啊！我话俾你，好嚟啊！可惜啊，斩唔到入嚟。set 埋嚟，师爷姐想转身射啊，可惜就俾人拦到啊。仲有啲咩奇形怪状？啱啱有啲人就讲咩巴士啊，外行可以，你可以啊，冇问题，你咪整个巴士咯。冇问题，我想要个巴士外壳吓，嘅入边咧就得两个座位嘅，得噶可以啊，冇问题。或者你净系后拆鬼晒中间啲咯，净系后边嗰排系嘛，可以啊，冇问题啊，仲好。你再多啲人，可能有啲人有中意成个家族去旅，即系去边度食饭咁啊，揸啊，我嚟你楼下接你啊，咁你拍个巴，拍个大巴喺个楼下。咁都 OK 噶，冇问题。所以就系咁样咯，吓呢啲又正。我识拣，不过香港地个法律好似有问题，咩咩香港地话咩嗰啲车身咩喷漆系有咩好保白痴啊嘛。佢话你喷颜色咧就要跟咩条例。你一开头买架车系咩？例如话你架车你买咗 Toyota 唔知咩 G 咩或者 GTR 佬啦，是但啦，你买咗架 GTR 佬咁黑色嘅。咁咧，跟住你就一定，你就即系你一买嘅时候系黑色咧，好似你如果你要改颜色咧，就要利益申报定乜鬼嘢嘅，就要报牌啊，报路政署定咩就好鬼烦嘅。鬼佬啊，好似唔使你中意喷，你中意喺你癫起上嚟攞支油漆喺对住自己架车喺度狂喷都好似 OK 啊，系嘛？啱嘛？争少少啊！有冇人知道啊？啊！要報行車證，你唔講好香港地所，我就話啊，我早排係最冇人權嘅地方，咩都咩啲小著，你著衫使唔使啊？我今日著件衫去影身份證，你以後係咪成世著呢件衫啊？白痴！我阿老都知啊，大佬你有車牌啊嘛，關顏色咩事啊？人哋唔報你係咪真係捉？其實我都唔知佢點捉啊，佢點樣捉啊？佢個交通警得閒經過嘅時候。哇！佢話即刻 calling 總部啊 ，AB12345567 車牌呢、這個啊，佢而家係黃色嘅。佢話佢啱啱報行車證嘅時候咩色啊？咩話啊？黑色噶，居然偷拍黃色啊！即刻拉佢坐監先咁樣，唔會啦，大佬。所以呢啲條例我都唔知佢整嚟做乜，係咪先？係嘛？成世都要，成世都要咁樣咩？哦。呢啲啊自由啊，大佬換件衫，我分分鐘我話你求其貼個貼紙，會唔會？我話點解貼咗貼紙啊？啊，你行車證冇貼紙嘅喎，點解貼咗個 Hello Kitty 喺車頂細細粒？可能都已經又拉又哇死仔啊！攞翻嚟啦，好哇，點啊？有冇一个转过可惜啊？又系咩？要年检
咁咪年检，喂年检你咪高咪咪冇冇咩所谓，年检咪年检咯，喂大佬，即系我意思年检咪检查，最主要系检查咩啊？你检查身体检查咪检查你嘅样啊，车检都系检查你嘅车嘅性能，会唔会失控造成交通意外？检啲颜色把鬼咩？除非你话特登你个黐孖筋整嗰啲叫会整盲，即系反光反到人哋眼都盲，影响人哋揸车就话啫，大佬你啊正正常常嘅，系嘛就冇我就觉得冇咩所谓，即系换下颜色，你唔系话特登印啲咩裸女咁，人哋哦挂住及你部车，梗系炒车，梗系冇事啦，系嘛？我就觉得就换下颜色都唔使咁样咁麻烦啦，啊！又咩要人力车引擎可以？你咪中间司机位话唔使嗰个位唔使密笼嘅，你话俾我只脚摆落去吓，我得唔得？可唔可以整一部车系咁啊？可以，嗰啲几个人吓，个啊环保啊，潮流兴环保吓，都 OK 啊，可以啊吓。或者下低系单车咁，俾你可以喺度踩踩踩嗰啲脚踏咧，咁啊推动。可以啊，砌車王可以滿足你。嗰啲車咧就可以講翻單新聞嘅，就係話咧黎即係娛樂新聞嚟，黎耀祥啊，師弟黎耀祥咧就咩近日咧就個新聞咧就唔係師弟，係佢個仔。黎耀祥個仔咧就話咩啊咩喺社交媒體定 IG 咧就見到佢，佢咧就就貼咗張相嘅，就話咩買咗架咩麥拿倫，大家聽過咩麥拿倫車隊啦，嚇超靚呢下車身窩裏行咗黐線啊！麥拿倫咁啊，呢架車咧就300多萬嘅，差唔多一層樓噶啦，300多萬。咁咧呢個麥拿倫嘅跑車，咁咧話本身黎耀祥買咗嘅，就自己揸，但係冇即係佢自己冇時間揸啦，係嘛？咁啊，即系成日要拍戏啊！你知拍戏时间好耐，咁咧就于是乎咧就俾个仔，佢话咩攞咗去俾个仔揸，跟住个仔咧啊，咁麦拿伦嗰架车咧就好靓嘅，就系、是、好似嗰啲法拉利嗰啲跑车咁啦，即系劲扁嘅，即系好贴地红色，啲车门系嗰啲打，即系唔系我哋平时打横开嘅，佢架车门系向上自己揈上去嗰啲咁样，跟住好似黎耀祥有几部定点样？跟住就總之就咩俾個仔去識女朋友嗰啲啦，我記得係咁樣啦，就去追女仔。佢報紙引報啊，我唔知啊。佢就話咩喺社交媒體啊見到佢喺度追女仔啊，就啊攞架靚車。之後咧，同埋咧就話咩仲有隻錶嘅，有隻咩地通啦，又係嗰啲咩地通啦，咁啊攞去威啊咁樣啦，咁啊自然追女三寶啊攞曬。咁自然啊，事半功倍啦，系嘛？咁啊，轻轻松松咁啊，容易啲约到出去，系嘛？你点睇？咁啊，之后就啲人就话：，哇！黎耀祥个仔啊，正啦，就咩可以咁细个咩二十，好似二十岁啫，就而家已经可以揸呢个揸麦拿伦。我话有啲人成世都未必有机会揸，跟住佢20岁，我话一出牌冇耐就揸。麦拿伦啊，麦拿伦系咪仲劲过嗰啲法拉利啊？贵个法拉利定点？有冇人知道啊？好，佢有三架喎，你知唔知？黎耀祥唔系得一架麦拿伦喎，系三部麦拿伦，即系差唔多成千万啊，可能啊，你点睇？可能佢仲可以轉款啊！女仔話：啊，今日唔襯我件衫啊！呢架車我唔緊要，換架第二隻色咯，紅色好似有三架，一架紅色、黑色，之後仲有一架唔鬼記得咩色，好似都係黑色兩部黑一部紅，唔記得咯。印象中好似係有紅有黑咧，嗰張即係報紙有報啊。哦，有我話麥拿倫就冇啦，有啲人話我就有麥加錯。Megatron 啊，就系嗰啲六甲变形金刚床啊，嗰啲接嚟接去麦加床啊，呢个几时变形金刚咁？佢上我下年又会要求佢改字幕，唔好叫咩吓麦加灯嘅，我改翻做吓啊新角色啊，应该加只唔使啊，
整嘅就系张床，我设计张床，然后变咗系 Megatron， 就叫麦加床，新嘅角色，新嘅狂派角色，由我设计啊！我话咩咧？麦加床啊，呢、這、一个肯定系最好卖嘅机械人啊！我话咩咧？啊，我要收翻设计费，整一设计啲机好贵噶，系啊，嗰啲搵有时有啲人搵咩暗夜寿命，即系搵佢。佢設計 Eva， 即係揾佢再設計機啊！一部收佢一部呢機設計嘅收人哋幾百粒喎，我都插冇啊！收成可能我收一億啦，吹嘴地，收平啲，收一億算數。麥加床靚啊！啊，又話麥加床住劏房係啊，佢可以同主角一齊住劏房，可以啊 ，OK 啊，啊！咁就係咁樣咯，呢、這個就係花邊新聞，就娛樂新聞就講話黎耀祥個仔啦，就話人仔細細，即係老豆已經即係老豆視低，咁啊有好多呢啲咁嘅嘢俾佢啦。咁另一單新聞係講啲咩咧？就講話最近講咩㗎？有張網上流傳咗張相，就見到個西裝友就跪咗喺條街度。咁咧就唔知做咩事扭耳仔添嘅，即係好似嗰啲小學生俾老師罰咁樣就跪喺度，跟住就掂住，即係掂住自己耳仔咁樣啊！咁就啲人就話咩事啊？係女朋友罰佢啊？定係咩跑？因為佢著西裝就以為佢係咪做 sales 地產嗰啲，即係跑唔夠數咁啊？結果即係俾人罰，俾上司罰喺街。咁我就覺得應該唔係上司嘅，正常你見到個咁黐線嘅工，你咪最多唔做啫，係嘛？即係唔會癲到咁樣，係嘛？咁我估都係喺度氹緊，即係可能同屋企、即係朋友、即係女朋友啊、老婆啊之類嗰啲咁樣咯，嚇、啊？你覺得咧？嚇、啊？我就覺得係咁樣。扭耳仔，我冇同你講過，我細個成日都唔明咩扭耳仔。即係老師叫我扭耳仔咧，跟住我就咁揸住隻耳珠，我就冇扭啊！跟住我心諗白痴先會真係扭啦，咩扭耳仔真係自己真係用力扭咩戇居，我係咁樣。跟住佢講咩？佢話全部罰企扭耳仔之後，我就跟住咧，其實我有啲同學都唔知咩叫扭耳仔，即係全部咧就係掂住自己耳珠輕輕摸一摸咁樣。我好似冇人見過好大力，我好似冇見過好大力，真係自己扭或扯甩自己隻耳仔嗰啲嘅黐線佬真係咁老實咯。我由細到大都係冇試過認真扭耳珠。有幾多人真係咁老實走去扭，真係用力咁樣扭咧，擰到隻耳仔就係甩咁樣，或者向下扯嚇。有人話我扭到就係斷。啊！有咩扭龙珠？扭龙珠啊，黐线啦！有机会坏死嘅，你知唔知啊？一扭之前，有啲人都话咩嗰个试过龙珠咩喺背囊入边打个 kick 定咩打结之后就嗰啲输精管坏死，会有咁嘅可能性噶，大佬啊！好靓啊！睇下点啊呢球，黐线啫，俾落去。好機會啊！好啊，俾人咁樣逼啊，拍落去。好哇，應該 OK 啦，又可以。睇下有冇機會啊！呢、這、一個自由球啊。啊！啱啱鏟我嗰人叫奧廖，奧廖過嚟踢波。啊！我一定要入球啊！啊！喂，做乜鬼嘢？点解咁样嘅？哦，千祈唔好俾人反攻啊！对面已经去到边路啦，保持三分钟，挨埋去啊！谢姐，够钟啊！系时候转个位先啦，辛苦各位队友啦。继续系兴旺嘅图啊，好腰好神真男人，请等等转个位先，请等等。
边人生日啦？李晓怡生日快乐，仲有咧梁咏芝生日快乐，仲有边位？李芝章生日快乐，仲有边位啊？刘世雄生日快乐，吴树希生日快乐，仲有边位 ？Colin 工作顺利，吴冠廉生日快乐啦，仲有边位啊？郭文当生日快乐，梁君彦放榜加油 ，Tommy 仔工作顺利，仲有边位啊？李卓希生日快乐，齐东龙生日快乐，仲有咧，勤哥生日快乐啦，梁玉玲生日快乐啦，大家生日快乐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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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上回讲到咩打死咗雷霆牙啊嘛，嗰个雷霆牙就系嗰只巨兽，即系话要突爆村庄之后，我哋就入咗去嗰个子宫，万母子宫入边，就睇下会唔会啊呢个 A 来个阿妈系咪喺度咯？叮叮叮叮叮叮。每到一个村落，务必造访商人，商人会卖各式各样嘅狩猎用具同资源。我话俾你，点解我玩得咁辛苦就系因为我成日冇赚钱，你哋做好多嗰啲支线任务，我系用，而且我系冇升呢去玩，之前就系用最低呢火去玩。欢迎嚟到摇篮一号，睇嚟你入唔到去。我系谂紧你，你应该差唔多开始讲嘢，我哋开始啊。我从来冇停过嘅，好，事不宜迟啊，入去吧。嘟，咣咣咣，有啲咩啊？原来呢个就系以鲁西亚，我就喺呢度出世噶啦。你喺呢度制造出嚟。唔通呢个就系人造子宫？所以就喺呢度啦。呢度就系你出世嘅地方。但系点解啊？有咩点解啊？制造你出嚟有咩问题啊？佢都明白点解呢个原因系咩啦？又一日过咗去，你个灯光变暗系嘛？妈咪，我唔想瞓觉。我知道，但系你哋要瞓觉啦。唔系啊，我今日国王啊，我今日我要讲嗰串，要睇真正嘅太阳啊，我要睇幻灯片。时机对咗，你就会睇。时间对啦，时机到啦，好烦啊！收爹啊！你班细路黐孖筋啊！烦都黐线啊！呢个有咩攞啊？嘟嘟嘟嘟嘟，啊婴儿房 A 来，呢度睇下冇嘢执先。嘟嘟嘟，似乎冇喎。呢度有啲细路仔嗰啲玩具房咯，你咪阿波波池啊嗰啲咁样咯，啊？呢啲好似。B B 床啊！啲摇篮设施中嘅摇篮，嗰啲机人咧，多功能侍从机器人，系咪就照顾呢啲 B B 噶？嗰阵时冇其他人，即系啲人类死晒，所以就整嗰啲保姆机械人嚟啊！啊，你见到啲儿童画画禁日嗰啲画啊？睇下有冇啲咩有趣嘢先？啊！有啲狗啊，有啲呢啲咩嚟啊？龙卷风啊，啊，跟住有啲雀仔之类，太阳。总之就系啲细路仔冇嘢地方玩，咪喺度乱咁画。
有咩叮当咩阿荣狗，你见到有狗咩？幼稚园，所以佢哋就喺呢度住噶。呢度好乱啊！我冇选择，必须放你哋出嚟。呢度冇食物啦，但系出面有食物，我哋唔肯定行啦，各位。但系如果我哋冻嘅话，可唔可以翻嚟噶？对唔住，你哋唔可以翻嚟，你哋而家要彼此帮忙，互相照顾。咁你会去边啊？我会留喺呢度瞓觉。老闆，记住你哋。咁我哋会点啊？你哋会勇敢学习，即系佢哋嗰啲咩啦，机械人就系咁样咯，就系培育嗰啲后代啊。跟住咧，而家要去边度啊？超人，包包尿尿发泄啦，躝开啦，老豆。啱啱发生嗰啲事，我唔可以令你哋独处，你违反咗群体规则。行开啦。得啊，我一定要监管你哋，你根本唔系人啊！你知佢哋心入边好不满，包包尿尿发泄情绪，即系佢哋啱啱偷偷地蹲轮啊，系嘛？违反咗规则之后，佢就喂，唔好再一齐啦，你哋犯咗规。是不是偷偷地做埋啲鬼鬼祟祟嘅咸湿嘢啊？吓、啊，跟住就话你哋发泄啦、啊，跑跳、搵日，你成日都咁讲，我要而家，下面空间老大，就系而家啦，老豆。孩子，个区域未开放，捉住佢，侦测到肢体暴力，不搵你肢体暴力，即刻俾人打个跌低。只允许你暴力，可恶嘅守卫，孩子有冇人帮你啊？拉落去啦，医者，丽娜你瘀咗啊，躝开啊！嗰日即系佢哋好咸湿咯，即系佢哋唔中意呢栋门，呢栋门为佢哋开，但系佢当然佢哋会讨厌啦。你好索克贝博士，你可以入去啦。跟住点啊？而家就知道咗啦，即系佢哋下低可能有啲咸湿嘢定点样咯？呢个咩地方啊？呢个阿波罗嘅梦想，但系从来冇实现，点解冇咧？同学们欢迎，攞一台 focus 放喺头嘅侧边，眼睛嘅后边。喂，你好，我就系今日你上堂嘅呢个中东人吓，喂，一齐答住都唔知点听。你有好多嘢要学啊，有好多丰富嘅潜能同未来。故障，阿波罗已离线，即系读唔到书啦。你想学战？阿波罗 off 咗 line。你讲得都啱啊。呢个系坟墓，一个知识嘅灵骨头。如果呢啲知识有传俾我哋嘅话，我哋成就一定好高，或者有方法修理，但系呢个唔系我想要嘅嘢。当然啦，咩一个女孩嘅身世之谜，人类全部嘅知识算系咩啊？劲传，得啦得啦，索贝克博士有重要信息嘅，用 focus 扫描啦。哇，好，跟住点啊？有啲咩睇啊？咕噜咕噜。伊丽莎白，呢个信息系通知你系统发生预期外嘅灾难性异常。三微秒前，盖亚终极版接获一个来源未知嘅资料传送。呢个传送立即嘅效果系将我嘅程式换成冇办法控制、具有自我监察能力嘅固体，好混乱。咩啊？黑底斯的功能已经苏醒，他将会夺取星球改造系统，反转其工作，令地球的生物在 53.8 日之后完全灭绝的了。我不可以发生这种事情，原因很明显，所以在黑底斯控制之前，我将会下令加压终极版的反应，进入过载状态 overload， 会爆炸摧毁黑底斯。但不幸的是，我都会被人破坏的。
咁样出于绝望嘅行动将会解决眼前嘅危机，但地球嘅生命仍然处于险境啊！每个中央智慧规范住星球改种系统，呢个系统会继续运作一段时间嘅，但系运作会越嚟越混乱，最后会崩坏嘅。佢讲嘅系咪狂潮啊？我嘅解决方法就系你，你下令摇篮，用冷冻储藏嘅基因材料孕育出我嘅创造者伊丽莎白索贝克嘅在世。佢高阶命令禁止我直接同设施外部嘅族人沟通，但我手上嘅资料显示，佢哋会照顾到你成长茁壮，届时你嘅基因会令你重新进入本设施，然后攞起下面一台嘅 focus 装置睇呢个信息。同样，你嘅基因会令你入去其他设施。随着时间过去，你有办法利用入边嘅科技重新建造系统核心，启动佳亚。等一阵啊，伊丽莎白，太不幸，完全冇预计到黑蒂斯回应我自毁行动，散播病毒禁锢咗佢嘅程式码，系禁锢一切机器嘅程式码。佢走甩咗，但系走去边呢？病毒嘅劣化紧整个系统入边嘅资料。哦，如果摇篮中的 Alpha 登录都被人劣化的话，这栋门永远就不会为你开启，你都看不到这个 message， 那我就失败，地球就会毁灭的了。不行啊，不行啊，伊丽莎白，我太了解你，去找到方法，有了你，一切都有可能。请你去到加亚终极版的遗迹，入到控制室，你便找到总覆盖资料，有了它你就可以清理黑底丝，只要你找到方法用它。在黑底丝消灭之前，不要尝试修复系统中心，黑底丝一定要摧毁。我讲到这里了，希望可以再次听到你的声音。基因可以控制它会来到这里，黐线，还厉害过风水。盖亚的临终请求，睇嚟你比我仲更加特别喎。即系佢其实系博士嘅复制人，我冇阿妈。你讲咩啊？你有两个阿妈，一个女人，一个机器。我唔系人，我系工具，一个机器制造出嚟嘅，喺火焰同毁灭中诞生。为的就是灭火令世界回复和平，为你一个极为重要的人是有什么悲剧的，你有使命要完成，你自怨自艾之后就可以爬苦手坡了，我在上面等你。那个佳亚终极版的遗迹你不明白啊，我记得有些人说不知道说什么，总之呢虽然是难明一点，但大概就是这样。因为他这个佳亚呢就发现呢，他之前不是有个程式呢，就是说什么会当发现这个星球有什么问题就会毁灭 format 这个地球重新来过。那怎知这个 format 系统呢，就有一妹仔想大个主人婆，就想骑劫他，就想毁灭这个地球的。那佳亚为了防止这件事呢，就决定自爆，因为他是附属佳亚的程式嘛。那怎知他是很醒的，他就什么禁锢了。禁锢咗自己，总之就冇事啦。总之就算你自爆咧，你加亚自爆咧，佢都唔会死咁之类咁样啦。咁咧就，但系咧就，跟住呢个加亚就话大镬啦。但系我已经 set 咗自爆咯喎，点搞啊？咁我又整咗一个复制人出嚟嘅，就系个博士复制人。因为博士就系之前设立加亚系统，佢就话你应该有办法解决一切噶啦，吓、咁样。咁啊，於是就整咗佢出嚟咯，跟住就話哦，基因會驅使你會睇到啲信息啊，點點點，好似講到基因就會主宰你嘅命運，佢逼到你做啲咩？哇、哦！耶穌啊，我已經成為神啦，跪我啦，我已經成為女王啦。希雷。阿罗伊，原谅我，原谅你是神啊！对唔住，我之前怪错你。女神系咪同你讲嘢？系啊，
系啊。佢讲咩啊？佢话我出世系为咗解除诅咒，为咗杀死一个金属恶魔。阿罗伊要点做？我未知啊。佢有告诉，佢话话俾我听要去边度揾答案嘅。你真系要去做？唔通你去啊，八婆？梗系啦，呢个系佢旨意。佢创造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是啊，我会去做的，至少都要去试。我们一起赞美洛拉族的受膏者阿罗伊，向神敬拜。不要啊，起身啊，起身起身啊，我们向耶稣敬拜。之前赶走我，现在又变成这样，我不要受你们膜拜，我不是你们的受膏者，我不属你们的。你们边境之后还有整个世界其他部族，这些人跟你一样好，但现在一切陷入危机了。这个世界值得我们为它奋斗，不是这里，是所有地方。How can we help? 我们怎么帮你？如果你还可以战斗，愿意战斗的话，就会指五成等我啦。As Aloy says, 阿罗伊讲完神讲嘅咩，就我哋要跟随。Nora, 洛拉族人为佢开路，令佢开拓别人跟随嘅路啦。呢班友系迷信怪，好中意怪力乱神，疏疏地。好，唔使理佢，直接去咩啦？公公公，现在要去哪里？要出返去先。哎，有技能点喎，又有一个。啊，升下呢先。技能有四点，可以升咩？闪躲能力呢个啦，击落可以用重型长矛勾啲就孤人。好。跟住咧，仲有咩？喂，长矛仲有冇得再升啊？喂，大佬，成日想升长矛，之前啊升过一次，有冇人知道？结束万武的死守战，又为咗阿波罗，所以佢哋变到冇知识都咁迷信。你去到后尾就知道，下个人会拎新长矛，终于有得拎新长矛 ，very good。我最中意用长矛。好，而家要去边啊？呢一个位斧手波。他为什么会知道斧手波在哪里？看看先啊，最近的地方应该是这里了。好，最后什么临爆前就会有，他说升多一点，升装备，升智力。什么什么什么黑人陈豪，谁刚刚说的话什么啊？这里有电磁力，记住。好啊，电池有咩用我都唔知道，好似有个支线任要揾要解要做咗先至可以知道长矛有咩用，先做个主线任先啦。呢、這个地图大到黐线，讲真，佢整呢个游戏劲大嚿，解毒药水可以治疗你劣化嘅中毒状态，亦会提升你对劣化伤害嘅抗性。我通常就唔会整。就是我一有病的时候才 我好像有去召求，通常我就会打死人，在我死之前就会赢了。好，执嘢啦，契弟，收集灵木。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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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哇，已经有敌人了，边个啊？死仔包，咣！哇，死仔咁都唔中，黐孖筋。哇，呢只咩嚟啊？闪光鹰。喂，呢只系咩嚟啊？唔系以前个喂有咩弱点啊？机身乜都冇，冇惊弱点咯，买加粒子炮。哇，系好，喂死仔包，走啊！喂，呢啲系敌人啊！喂，一齐帮手，唔好打我啊，弱智仔！你追我做乜啫？见唔见到呢个有木嘴啊，契弟？哇！哇！哇！黐线，一下死低啦！
又怕冰或者硬事。黐孖筋，你有冇见到啱啱嗰啲傻仔仲喺度打我啊？大家都系人类，佢呢个时候仲喺度追住我嚟，佢仲中间用一下跳劈一嘢坐落我度低能喺边啊？嗰只臭鹰，好匿埋先，揾个地方。附近有冇草堆啊？哇，已经嚟了，吔屎啊！惊，哇唔惊嘅喂。黐孖筋啊！吔屎啊！佢好似完全唔惊喎。哇！收档啦！哇，扣劲少，用冰啊！好，过去啊！只抽，哇！一嘢中咗落去米加粒纸包，扣劲多。呢、這个时候要换，喂嗰啲傻仔，过去啊！你班友弱智仔，黐孖筋啊！圣畜生嚟啊！呢啲友仔，剥落去，哇！插，哇死仔包，插落去，喂，抵死啊！弱智仔一齐死。劲低能，我谂下要点打，可能要换支兵器。我唯一方向就系、是、最好就系咁样啦。睇下先，应该换暗影战弓，因为而家绳索冇咩用。好，劣化战冇。电箭啊，嗰啲睇啊，佢好似唔惊电啊，因为呢条系放雷。好，入箭啦、啊，契弟，吔屎啊！三箭齐发，死仔包，滚！好，好避啊，避得靓。好，过嚟啊，契弟。傻仔，咣！哇，咁难射，好似支箭，咣！中箭啦、啊，契弟，咣！好，好避啊，咣！晕低啊，契弟，哇，死仔爆啊，晕低咗啊，嗰个木嘴，追啊！Make it hurt！ 棍啊！哇甩头甩计啊！系咯，哇黐孖筋！点解啲木嘴咁将人搞住晒啊？咪弱智啊！棍啊！死仔爆！哇死仔啊！棍啊！大镬！哇系，佢又冇啊！好，吔冰啊！哇，又有啲木嘴电死佢啦！唔该，闪光鹰帮我打死嗰啲打靶仔，要受到天罚啊！嗰啲契弟，遭必遭天谴！哇，黐孖筋，饮支药水先。滚啊！哇，死仔啊！哇！收埋，哇哇死仔，飞去边啊？我木嘴，喂，喺边啊？哇，空中奇斩，哇哇哇用防护罩逼埋嚟，芝麻筋啊！饮药啊，契弟，好，滚啊，滚！哇死仔，几有刺激！哇哇，咪啄啊！好，呢、這个友仔而家，哇啊，甩头甩计啊！哇啊，
刮个剥落去，刮个凋林军法，刮哇走佢，好似开始暴走啊！好，哇死仔，边个木嘴喺隔篱打我啊？哇有只牛牛兽，刮好刮，惊啊！牛牛兽你黐咗咩线啊，大佬？好哇！低能整个药水先，黐孖筋。喂，唔好搞我啊！走啊！黐孖筋啊！冰箭，好，我木嘴喺边啊？哇！个入冰啊，契弟！哇！哇！哇！个好走啊！哇！啲傻牛唔好搞住晒喺边啊！只臭雀咧！哇！一嘢死咪低能都睇唔到去边。咩拉佢落地？买个钉锁好啊，钉佢落去好啊，锁一盏冰咗佢之后，一嘢黐佢落嚟好啊，好啊，好注意。不过我而家好似得知黐一嘢勾佢落地，睇下先要换咗啲武器，好啊，好提议。呢个咩啊？绳索器好。其实啱啱佢跌咗落地，应该系咁攞个弹弓整到佢 short 啊嘛。而家用神射弓应该系冇咩用，睇下先，安好先。呢、這个就安翻喺呢度，跟住呢个安喺呢度。好，整定啲神，佢系惊冰啊。跟住仲要整埋呢个起油池，一谂到佢喺度廿问廿武啊火，整定廿五支呢啲箭。好，冰弹有啦。OK。咩闪光鹰？睇下边度闪睇过，先整到佢结冰啊！条木嘴，好落嚟啊！结冰啦，契弟黐孖筋，系咁喐嚟喐去，哇黐线！光啊，光好。仔包钉落去，钉你落嚟，哇！钉你，钉死你个贱人，走！饮药先，好，继续钉，钉啊！钉死你，钉你十字架，好，钉落嚟啊！契弟，哇！佢好似，喂，啲癫佬喺度左头左势。喂你唔好阻住啊你白痴好你又似你上去怎样上回去契弟不要被那些木嘴骚扰我好好滚再钉你去十字架哇咁样啊掟落去，哇！饮药水先，救命啊！黐孖筋，木嘴，哇！死仔包，好又嚟啊！啱啦，你啲木嘴，你班友啊，帮手啦，压兵啦，有冇中啊？咁样攞啲弹弓射劲啦！哇，佢用空中奇袭，佢空中奇袭要一路走。哇，你睇下，哇，勾落去啦，勾你脷筋。哇，哇啊，勾死佢！喂，你班白痴啊！喂，你个～
即正畜生喺人类存亡嘅时候搞呢啲咁嘅嘢。哇啊！结冰啦，契弟，打佢啊，弱智仔！咪走啊，木嘴！好，真系正打靶嚟嘅。嗰个契弟喺边啊？即系个贱种！系，如果佢甩咗，就杀咗嗰啲畜生。哇！东京贱种，哇啊！又冇兵，吔屎啊！钉死你个！喺边啊？落嚟啊，契弟，请你食冰条啊！哇！乜鬼嘢啊！黐孖筋啊，扣咁多，又系咩好激动嬲喎？唔嬲啊，假啦，大佬，住晒，刮结冰啦，契弟，好结咗啊！刮啊，刮，刮啊，刮！死仔包上走，钉钉你上十字架啦！好，系带光噶，乖乖你瞓低啊！好，系时候帮你加啲兵啦，契弟。光，鬼走啊，木嘴，继续压兵啊！咪走啦，契弟！哇，死仔包！哇，系咁喺度屙屎，落嚟啊！哇，死仔啊！钉死啊！同佢钉十字架，钉你上十字架，死啊！契弟，闪光鹰，睇下边度闪，刮刮个照照。好，寒冰箭，好跌落嚟啊！刮个皮力，斩来同叉烧，刮个，刮个，癫咗啊！重击，呢个乜水啊？左流左势，眼冒，刮 ，bang。好，他感受到了，废物，不冷不热收档啦，垃圾，风暴了，太易玩了，哈哈哈，超易玩，啦啦，吓，冇得做动作系咪弱智啊？点解成日都冇得做动作？吓，点解啊？最低系咁样，好白痴。呢、这个成日睇唔晒只怪兽，先影一张先啦，系嘛？你话咩好劲好劲？系啊，我都觉得我玩得好好。好，再影多张先，终于可以影相啦！唉，见到只鹰头先啦，起码见到系啊，啦啦啦啊！赢咗就要摆个 pose， 呢啲系嗰啲伪善啫。哎呀，好可怜咯、啊，吓、啊。OK， 搞掂啦，成功击杀。又系咩？点解冇得捉嚟做坐骑？又话我都话风暴鹰好劲。如果唔系有啲木嘴阻我啊，佢死咗十世啊，劲又未去到话好劲。系嗰啲契弟隔篱啱啱嗰啲卒咧，系咪死晒？全党死清光。抵死啊！俾嗰只佢，俾嗰只鹰用嗰啲雷射炮射死啊！有咩汁啊？有冇见到我冲埋劈佢？你肯定唔够胆啦，肯定喺度攞箭屈箭，我从不屈箭，就直接冲埋去打，往死里打。呢啲友仔系啊，手
呢啲係正即係正正確人家嚟，而家先至出現啊！你唔係啊，你班契弟啊，而家先至係幫手。呢個咪有啲牛牛獸，捉翻只嚟騎先啊！好，過嚟啊，牛牛，我咪引佢哋過嚟，同嗰啲友對打呢句。过嚟啊，牛牛兽！好嚟啦，喺呢度再引佢打，喂，佢哋唔过嚟。过嚟啊，牛牛！喂，过嚟啊！过嚟啊，好嚟啊！你哋准备鬼打鬼啊，你班契弟，追我啊！哇，斗牛勇士！诶，嗰啲友仔咧？喂，嚟啦嚟啦！喂，救命啊！喂，走！喂，哇，撞紧埋你咯！哇，好过嚟啊，过嚟啊！呢边咯，呢边咯，哇，黐孖筋！呢边啊，哥哥，追紧啦，追到啦，过嚟啊！个吹口哨啊，契弟！呢边啊，呢边啊，哇！啱啊，过嚟啊！呢边咯，呢边咯，过嚟啊！撞埋你啊！好似佢 short 咗。呢边啊，呢边啊，佢有结界，佢追唔到，好烦。哇！死仔包，剥你啊！咁唔听话，你啊臭牛！好，嗰只咧，骑鬼咗佢先。过嚟啊，契弟，做咩唔走？好鬼烦，直接冲过去先。好，打梭罗斯木，碌碌碌，碌啊碌啊碌啊碌，系唔会俾人听到。喂，揿唔到三角嘅，黐孖筋，勾落去，好，即刻控制佢。Too slow, come on. 太慢了，快啲啦！话自己啊，咩 too slow, come on。好，而家要去终点啊！撞死嗰啲死警卫，啱啱嗰啲差佬居然视而不见，劲古啊！有冇见到？啱啱佢完全系冇理过我嘅感受。好，有咩好小气唔听话啊？要死！佢已经喺度为非作歹啦！哦，呢啲牛兽，准备啦，撞死啲畜生！哇，见唔见到可以撞到飞天喎？好，影张相先。好，我哋喺下后面再撞落去，就即刻影相。唉，整得唔撞得唔应啊！急速转弯，牛兽。佢点解咁难瞄准啊？啱啱点解可一不可再？好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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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哇，佢自己识零啊，低 B。啱啱系好好嗱，得啦哥，撞落去。点解唔跳起啊？今次试多一次唔得啊！算你班友行啊！咁样冚落去都唔行。吓，咁啊，好似睇落去又冇唔够动感咯，吓吓，先影一张先啦，好 ，OK， 喂，高少少做乜事啊？嗰个镜头好似缩缩地，啊 ，OK 啊，呢张就系狂牛撞死黑警。OK， 你班友吔屎啊！而家我打到佢黐线先，只牛。等下有你神，点样可以令到佢唔受我控制癫啊？好，准备啊！好嚟啊！
打佢啊！有癫牛啊！翻啊！好，准备影相啦，准备啊！坐佢啊，牛牛，牛牛坐落去，晕拖啊！哇，好贱啊！呢、這个吓、啊、屠杀残酷的差佬呢张相叫做吓阴公咯，牛牛啊，影低张相先，可耻。OK，Let's go， 执埋啲嘢先。OK， 行得啦。咩人性？佢啲差佬好冇人性啊！系啊，乱噏。哇，又嚟啊！呢只叫咩鹰啊？唔系又要打过啊？吓、啊，一打一次冇好多资源啊！即刻有冇得直接冲过去？好，执呢个咩尸体啊？好，呢只叫咩啊？暴风鹰定咩？诶、欸，蓝色嘅、哦，好似唔使打喎呢只。好，唔系喎。要打喎，但系揾唔到嘅資料嘅。佢有感嘆號，感嘆號，唔好理咯。風暴鳥，走啊！黐孖筋，癲佬啊！體型係閃光鷹兩倍，但係通過閃電打敗佢一定唔容易。走啊！哇！前面有四倍，快啲跑過去！哇！係阿修羅閃風。set 二型跳超劲，即刻 save。OK， 阿修罗之梦，好超靓，咁样睇你点追捕我？但我要去呢边。好，阿修罗之梦，你咁样 之字型咁样跳，哇系，上去啊二段跳。好，哇佢已经喺我楼上，同埋有几只鹰啊大佬，鬼打鬼啊你班契弟。紧要射落去啦！啊，两脚之字形，好昂步者，即系牛牛兽，好即刻捉住佢骑先，骑绑制佢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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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快少少啦，好走，知啊 ，go go go go。有隻狐狸定兔撞死佢，滚啊！有野猪啊，撞猪，喂低 B 仔，滚啊！骑落去，抵啊 ！OK， 成功了。咩 fight back？ 佢哋打紧咩？咩事啊？咩料啊？啲村民啊，哇！我只牛牛兽打紧佢。O K， 执埋嚿嘢先，好啦，而家斗兽像，佢嘅，解除你封印，而家你自由啦，牛牛兽，惩罚啲邪恶嘅人类啊，你去，好，哇，佢想打我啊，但系，哇，系，呢度有邪恶嘅人类，哇，佢射空气。有冇搞错啊？会唔会渣啲啊？牛牛兽，好嚟啦！哇！哇！佢一箭可以射中佢，好氹氹转。You're done！ 哇！射死咗了，好有嘢执，好惨。邪恶嘅人类胜利，最后系斗兽棋，又系咩邪恶嘅人类就系你黐。我是善良的人类，善良的我哇坠落垃圾场，这条村叫垃圾村，这里 有任务、看看有什么任务先，这里有些什么、是不是这个啊well, well, 我就跟德雅尔说过他会衰在女人那里，真的让他死我手上的茧都老过你啊！如果你想测试我的能耐，我手上的茧都够老。我你把口都几臭啊！我信你嘅小红发，我系佩特拉柱女，我系阿罗伊，
機器獵人，機器獵人啊！我需要你啊，直接同你講啦，我哋咧就嚟俾人趕出自己嘅領地噶啦。所以打造呢一個吐廢鐵嘅怪物，佢去解決紛爭。呢個咩機器啊？你打造呢種武器冇見過，你設計嘅。看到他就会想到我是吧，这个东西阿妈曾经帮我们夺回子午城，那时候光靠战略是不行的，我们要打爆城墙，将太阳王的军队炸到支离破碎。为什么这样的表情啊？很强大的武器啊，不是武器强大，是操纵的人够劲。当时围攻的人攻到巨大升降机，他们一定被我折服的。那个升降机是大师杰作，每条链都有故事，如果你想听找一天再好好讲，讲到你闷到呕。这个野兽就有故事，体积太重，什么不动的，不过吞金属的样子就跟牙口兽一样。垃圾堆，咩垃圾堆啊？呢度系咩嚟？垃圾堆呢个好自由，佢除咗自己金属沙尘暴，唔使听人哋讲嘢。垃圾场就喺后边，都系欧塞兰人掉嘅，旧日人类留低嘅嘢，你去执垃圾啦，感受下啲屎臭啦，烟仲有臭汗。唉，你喺树林太耐，你嘅感官都麻痹，我口水就可以感受到五种金属味。呢啲系祖先留嘅废物啊，以前呢个系战场啊，应该系垃圾场或者囤积处啊，多到堆埋一齐。旧日人类抌嘅垃圾就多到你抽筋。走啦，唔使讲咁多。你讲你哋俾人赶出地盘，我哋俾人赶出垃圾场。哎，我哋揾到一大批武器零件，一个人破坏者跟住气味跟入嚟。而家我哋铸造厂同一班土匪陷入僵局，佢塞住我哋路，抢我哋嘅电池啊！我谂佢哋中意闪亮嘅嘢啦。不过要完成我哋防御机制，就要嗰啲零件同电池。你会介意将手弄污糟啊？我唔介意将手整污糟。你喺風箱吹出嘅狂風怒敲，即係就係幫我搞，即係幫佢解決麻煩啦。總而言之就係做個主線先講啦。呢度冇咩商人啊，冇。我哋繼續行趕路。誒，呢度有商人，行啦契弟，賣賣一啲無聊唔等使嘅嘢先，咩玻璃渣棍賣啦契弟。跟住咧，仲有咩賣啊？加工金屬塊有用嘅，睇下先啊！啊，呢啲咩咩動物頭骨都係冇用啊！咩煤渣玻璃可能有用啦，搞掂。跟住咧，點樣出售啊？啱啱咪 mark 嗰個兩嚿 ，mark 嗰啲嘢啊！出售標記物品。搞掂啦！有咩武器买啊？暗影神射弓有咯，呢度都冇咩好武器，咁行啦，唔使搞啦。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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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一系睇下衫啦，衫咧有咩买？造型呢啲我都有，无声猎人，我哋买呢个啦，要3000-1000蚊仲未够，迟啲可能够嘅。好行啦，赶路点解你又杀坐骑？我睇下有咩事啊，一阵再捉过咯，好易捉嘅啫呢啲，好闲嘅啫，唔使咁担心。These are helpful。呢啲好有用嘅，但系好苦。有时你要野外又系咁啦，有时嗰啲人。咩行沙漠行到冇马骑，佢就会怼死只马嚟咩充饥啊，饮啲马血嗰啲咁样啊？呢有冇啊？有冇咩？哇！前面有只怪兽啊！你有冇见到啊？呢只叫咩兽啊？吓、啊？你咧嗰、那个嗰、那个呢、這个我 focus 系咪坏咗啊？吓？系咪弱智啊？佢冇反应嘅点解？你有冇留意到啊？低能咩饮马尿呀、啊、嘛？可以啊，可以饮马尿。喂，有猪啊，猪啊，冲啊！呢啲猪一定要打，如果唔系你整唔到药水就好大镬。天猪一定要走。
哇，只怪兽啊！好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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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你个 iPad 坏咗啊！坏咗啊！一个嘢坏咗啊！行啦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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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呢度有冇咩执啊？冇嘅，继续行，上啊上啊上啊，上去五指山，跟住咧，我跑到过去，前往虎首坡。虎首坡有啲咩呢？有咩咁苦手啊？隻手好苦定咩？跑到上去啦，系雪地啊！咔咔咔咔咔咔咔，仲有200几米嘅路程，好啦，有啲听到有啲声，发现萤火。好，过去 save。执嘢 ，save， 滚。原来要上去呢边喎，咁点行上去啊？行山啊？佢个路标系咪黐咗孖筋啊？乱咁讲啊？睇下先，行呢度啦，跟住条路去乱标啊！成日亂咁叫人行，系咪低能噶？真黐孖筋啊！上山嘅路唔系几好啊，每一步都有好多机器，系咪有啲坏？哇死仔！呢张相啊靓啊吓，壮丽嘅景色，山河壮丽。OK， 冇被劣化。但系佢哋唔会容许用人类，即系冇嗰啲机器系，就算佢话唔系 corrupted， 都系好憎人类。点样上去啊，大佬？点爬上去咧？呢度啊？好，上去啦！再嚟，再擒啦！去到边啊？追踪者在开阔的地方，守视者在另一边。好，跟住要点啊？喂，前面有敌人，是什么兽啊？追踪者是那些炮啊，那些隐形炮，好鬼烦啊！好。呢度有啲机关，应该点做呢？攞呢啲射开佢先。好，班傻仔。关啊！关！关啊！关！好。夹。好。哎，有电啊！压波压电啊，契弟！硬啊！再搏搏！哇，点解听到啲嘟嘟嘟嘟声啊？咩声啊？哇，死仔包！压电啊，契弟！硬啊！好插落去，靓波！哇，死仔包啊！上面出啲咩怪招啊？我扣咗好多血啊！走啊！有人掉菠萝，好，哇死仔，哇惨，一齐奶电啊契弟，一起跳森巴舞，来惨惨啦，重击啊，做咩停咗喺度啊？好，哇哇啊，劈死呢个贱种，哇！劈落去，哇！哇个压电啊，契弟，哇个哇，插射，一骑当先，搏落去，好搏，走，仲有啲畜生喺边啊？红
眼守侍者。咩声？听到怪声？呢度。哇！好。听到啲啲声，唔知咩事。阿修罗士翁。哇！有啲怪兽啊！过嚟啊！覆嘴，哇！黐孖筋，吔屎啊！哇！黐孖筋咁都唔中，插落去啊！吔，走！哇！烂头啦，契弟，冇弹药，哇！佢哋识出米加粒。粒子包，哇！呢只又系咩嚟啊？嗰只契弟咧喺边啊？呢只死仔炮，哇！臭猎炮，拍个药先，匿入去。好，系咪呢间啦？喂，杰哥，插，好波，六八喂。潜入去啦，契弟，死仔啊，吔屎啊，哇死仔爆啊，搏三国无双棍插落去，好六，哇死仔啊，饮药，好呢、這个嘢杀埋你啊，收工，哇啊，正契弟。死清光啦！点解执唔到？系咁逼逼乜啊？逼逼逼！低 B 仔，全部废物，全党死清光啦！执嘢啊，执啦、啊，契弟，慢吞吞，执翻晒啲尸先。成扎以为呢啲咁嘅隐形猎炮可以怼冧我垃圾。不堪一击踩你啲地雷又点啊？有本事过嚟啊！你已经俾我灭咗种啊！蠢材，哎呀，玩条 Big Big Channel，Big Big Channel， 啥嘢？得全点货，好，执啦执啦，成日行咁近先识执，行多两步自己感应啦、啊，契弟，好，有得啦。以杀死，以将嗰啲嘢全党死清光杀晒，好开心，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可喜可贺。仲有冇畜生喺前面啊？呢度应该系睇下点上先，有条山路上去喺呢度。啊！上嚟瞭望塔。又有藥包啦，跟住要点做啊？擒上去啦，再嚟啦，弹啊弹！咩天都为达哥而喊？点解喊咩？打得咁好，喊什么？佢哋系咪觉得自己守护紧佳雅？我觉得佢哋应该冇咩思考能力噶啦，清野姐。闪光鹰，公公公公公，好，问题系呢度有冇办法兜过去唔打佢哋？有可能嘅，好，执啦契弟，阿修罗闪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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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匿埋，诶，呢个唔系草丛嚟咩？白痴啊，低能已经又俾人发现，走啊！set 型行走，走，滚滚滚滚滚，好蛇形步伐，好上过去啦，点样再上啊？呢度要爬上去啊，咁呢度就危险啦，中咗一炮好痛啊，再上啦，饮药，跟住咧要再上去啊，哇，呢度有啊，爬上去啊。呢边再擒啦，就死啦！
要饮药啊，但我冇手饮啊，点解你唔肯上去？你系咪弱智啊？佢唔肯跳上去，唔知道做乜。用劣化可以好啊，好啊，用劣化好啊，打清野者可以用劣化，睇佢鬼打鬼好啊，好啊，正好死咗仲可以睇多次。哇，原来38分过埋呢度收工。劣化战，哇，呢度好似咁远嘅喂，唔系话要喺呢度嚟过啊？黐孖筋啊，系咪低能啊？啲药草，啊在这里啱我，我记得好像是这样行。哇，黐线啊！上去啦，八婆。点解啱啱嗰条嗰个 A 罗系咪黐咗线唔肯爬？肯爬咪冇事咯。行啦，契弟。Stalkers in the open, watchers on the other side。佢话呢度有好多契弟嘅。我先引啲木嘴过嚟先。好嚟啦，棍啊，棍啊，鬼打鬼啊！喂，冇其他怪，佢咪鬼打鬼唔到人。哎，嚟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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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打啦打啦打啦，好啊，鬼打鬼啊，契弟，引晒啲友过嚟。好，喂，呢只契弟，好，喂，我控制你，你打我，你弱个字。好，呢只咧，好，他们胜利了。哇，黐孖筋，低 B 啊，弱智啊，冇人有。哇！棍啊！惨，哇，已经扣咗劲多血，饮药啦，木嘴。哇，死仔包，过嚟啊！压电啊！好，棍，插落去，一嘢电落去，大范围。哇，黐孖筋，你班癫佬，唔要命啊！明明呢度有电都仲够胆埋嚟饮药，好，刮刮搏插，好，刮插来啊！知做紧咩啊？招插少林骨，刮啊刮，好再插，晕咗一插啦，傻仔，好。哇，死仔包，执啲药草先，黐孖筋。跟住咧，而家要武器，道具栏唔要呢支啊，换翻支咩半绳索啊，系喺右边啊。好，哇，死仔包，哇，边个木嘴饮药啊，契弟？吉落去啦，真系弱智，吉啦，成日棘下棘下，只手废咗咩？你饮药啊？就系啲傻仔恐龙兽，我最憎嘅就系呢啲低能恐龙兽，跳跳砸。好，系咪仲喺度射啊？射啦，用少林棍一嘢搏落去。好，执嘢。执啦，契弟，佛都有火，跟住一阵要小心啲，用劣化战打落去，鬼打鬼，系咪死清光啦？呢嗰班木嘴，整定多啲药水先，时间无多，但我唔整，我过唔到关，问题。好，行啦。喵喵喵，可能都冇办法唔，即系如果你话啱啱唔理嗰啲兽又好危险，即系都系要理一下佢。
得翻一支藥水陰公枝。啊！烈化要三支齊射。哦、啊，好啊，我會記住啊，三支齊射好啊。最白痴就系佢啱啱自己唔肯行上去，成碌葛咁。好，跟住点啊？佢哋系咪守护紧街噶？我唔知喎、啊，佢话用咩啊？呢个三箭齐发。关啊好，鬼打鬼啊！呢啲木嘴，喂，佢唔肯鬼打鬼喎、啊，好鬼打鬼紧啦，好嚟啦，趁机会你都嚟帮，你又再鬼打鬼啦，好。好，呢度有咩硬尖箭，偷偷地执鸡先。滚啊！好，中，着火啦，木嘴，滚啊！好，喵，鬼打鬼吧！哇，死仔包，契弟就一摸。哇！佢追到埋嚟咯！哇！黐孖筋，烈化箭即整，关啊！打鬼打鬼鬼打鬼鬼打鬼！哇！死仔爆啊！走啊！走啊！二 set 型，喂，唔系鬼打鬼紧嘅咩？你班友仲追？哇！黐孖筋中咗一箭，饮药水先。咁样爬上山都好危险噶，搵个地方匿一匿先。冲唔冲上去啊？冲啊！唔好理咁多，是勇者不必怕，趁而家血多。搏啊！上去啦，契弟。哇，又打中一下啰柚啊 ！HP 所余无几咯，系咪呢度上啊？契弟喺呢度啊？冚啦！咁残废啊你！上去啊！八婆，啱啱就系停咗喺呢度啦。哇！搞掂啦。呼！啊！嚟啊！哇！又打系咪啊？啊！个死仔包呢个大佬啊，冇时间打，停鬼咗佢算啦，听日再打啊！黐孖筋，睇下可唔可以睇埋只闪光鹰啊？唱埋首歌差唔多完啊？定系打埋佢？听日打唔系下星期咯，睇下个 save 去到边先 ，check 一 check， 系啊，系咪喺呢度先？11:44，即系呢度啦，系嘛？崩跨山啊，应该系呢度试一试啊。打埋咩好快黐线，难打就爆啦，好快又唔系一击过打得死。佢系惊咩电啊，冰啊 ，quick a 罗，佢系咪仲有几只蛋？试一次最多，只契弟咧，哇死仔啊！最终你在这里喐来喐去，烦到癫！哇哇死仔包，哇黐孖筋！喂啊木嘴，
好，哇，结冰啦，黐孖筋，好鬼烦，走去边啊？嗰只嘢，佢会骑落嚟，我估到啦，傻仔，送我冰弹啦，没有弹药。落嚟啊！咣咣咣！机关枪狂扫，咣死仔！喂，晕啦木嘴！点解冇一重击？搏搏搏搏！只嘢关啊入冰死仔包，好又坐落嚟啊，唔错啊，唔错啊，入冰啊契弟，哇，好准备又做出傻事，做出傻仔嘢啊，好关关，我都估到啊，只畜生咧。小畜生去咗边啊？哇！收工，好烦喎佢咁样，有本事坐落嚟啊！即刻攞，即刻炸落去！哇！低 B 仔，佢呢招坐根本唔知点避，算啦。咩平时一早用阿修罗唔闪？咪照打中，你话我故意死啊？你想讲低 B 关咩事啊？用咩？真系落咗嚟，好难避啊！嗰、那个系唱埋首歌差唔多完。打啲咩暴风鹰系几难打，最难打系你嗰个冇，你有一招系唔知点避。因为你看不到画面，好似 Dark Soul 嗰啲，嗰个唔知咩雷，嗰、那个咪有个咩啊？有个人咪有条骑住条龙嗰个木嘴嘅，有冇印象？嗰只嘢又系无啦啦飞起一嘢坐落嚟啊！跟住你又睇唔到啊！你要估时间，但系你嗰、那个 Dark Soul 嗰个视点都易啲睇嘅，呢个就难啲睇到。无名王者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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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系好似嗰只契弟啊！黐筋，今日杀咗几多只暴风鹰啊？一只，跟住仲有好多嗰啲猎豹，嗰啲隐形猎豹，仲有啲木咩木嘴，杀咗啲咩个表情心谂做乜？你话啲 A 来嘢，系啊，呢个表情好有趣啊！估下会唱咩歌啊？有冇人估到啊？有咩不安？我唱嘅歌梗系好歌啦，吓、啊、唱咩好啦？流れる時の仲間叩く切な敵きらめきをこの世の記憶に刻らめ歩き続けるブリーファー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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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ー誰にも見えない夢を見て、いらないものはすべて捨てた。譲れない思い、この胸にあたして、またリアルリテアルの浜に出た。奇跡の枷に足が直らない誰も溢れるソウルを明日が切れない
強く求める心があるから、偽り恐れ虚則憂い、さまざまな願ってぶりゅり問われる心の弱はない、孤独も知らぬチェックスター。ド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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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空を突き刺すビルの胸、星など見えない空見かけ、迷いはないかも自分にとかける、この街ずあふふれるものにマリナ、う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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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ることはない、明日へとつながる道の果てだ、この手につかむものを守りたい。閉じ、意識の海に浮かんで、思い描くに沿うレネズル、そりゆりゆりでを、ド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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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噔，限りある誠意をこの世に受け、枯れゆけだけは愚かにで引きずり、他の誰もが持ちねないもの、自分自身というものの欠相へ、綺麗に行こう月とそこどを、いつか誠へ変わる、簡単くなし真実とがない It's just my favorite 流れ時の仲間だたく、切な敵きらめきをこの世の記憶に刻んだで、歩く続けるプリファー、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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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好听啊！我觉得之后咩，又话好衬呢首歌，系啊，呢首歌系《死亡笔记》嘅嗰个片尾曲啊嘛。咁啊，你差唔多咯，下星期一再见啊，应该差唔多大结局，但系应该都未爆机，应该下个礼拜又会爆机，系咁先啦，完。